超越，身高1.98，体重18千克，狮子座的，今年19岁了，来自江苏盐城。然后平常就是比较喜欢做一些菜啊什么的，我做的菜非常的好吃，因为我的妈妈做菜好吃，所以呢我会做菜、洗菜、摘菜、炒菜，所以反正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尝一下。当然了，现在这个社会嘛，反正大家都是吃外卖的，会做菜的女孩子比较少了，像我这种这么技能满满的人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，谢谢。把你笑吧。
分，这个三十分就给我们的飞行员吧。飞行员，恭喜我们的带你吃鸡队获得了三十分。带你吃鸡队已经领先了，拿到了这三十分，但是后面那首歌我们有。